best responsible, the most responsible teachers in the world by our presence. 我们同时必须感谢我们的英语老师，他们被英院们称誉为。我要说中文，好不好？ 女士们，先生们，杭州外国语学校名誉中的创意，高级共和同学们，大家晚上好。首先，我要向沈老师、宁老师和龚老师致以诚挚的谢意，感谢你们在这管理员。 世界里愿意我们这些外国教学的关怀与照顾，感谢你们成功的举办这次精彩的迎春夏令营活动，同时还要感谢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老师们、助教们一尽的帮助下，我们的。 我们班的呢？ All night, all day, day, day.
You are my sunshine.